第一次就做成功的雪媚娘软糯拉丝真的超级简单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大家喜欢什么类型的视频呢？是像以前那样安静的录视频，还是现在这样呢？希望宝宝们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和意见，我会认真参考的。今天做的这款雪媚娘真的超简单又好吃，可以放任何你喜欢的水果，香香甜甜的软糯拉丝，咋吃都吃不够的一款甜品。雪媚娘，有点的。